我和周鹏结婚四年了，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们渐渐过上了我们想要的生活。但工作的忙碌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好像两个世界的人。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你先吃吧，还有点事，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。周总，会议准备好了。你先去忙吧，晚上早点回来。好吧。我不敢打扰，因为我想给他一个舒心的家。给他做好每一顿早餐，成为我每天早起的动力。喂，小高，把我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到明天。没关系，你来安排就好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已深深爱上你的温柔，牵着你的手一路到白头，拥有你我才明白真正的富有，从今以后我更快乐自由。